加上去。暴击伤害从8%增加至15%。是从3秒减至2秒，盖里翁是5秒减至3秒，持续时间从48秒减少至40秒。还有就是格里翁，我如果现在加满，那它伤害是增加至1800。现在我空中也可以用，you
按住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使用其他技能。这一个他没有目标，他就消失了。他这没有目标就消失了。